So back to what I was say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郑，欢迎收看《正在玩什么》这个节目。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一款 Steam 上的免费游戏试玩版的，叫做《荆棘群山之王》。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玩玩看吧。一开始就被巨人抓住啦，挣脱，挣脱。那这个游戏目前只有支援键盘哦，那个摇杆我用起来是不能用，所以可能会操作上有点不顺，大家见谅一下。好，开始。All that was comforted by the morning sun.He had survived the night, just barely. 开始冒险，小男孩的冒险之路。He found the stone again, and it felt like it was his sister's way of telling him, on the right path. 他要去找他姐姐啦。跳跃，跳跃，跳跃。看来我走错路，跳跃。哦，有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Go go go！ 画面上还不错啊。冲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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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刺猬交谈。下水喽！下水喽！下水可不可以冲刺？冲刺！哦哦哦，有这个荷叶比较不好走。啊，他故意的，他用荷叶给你挡住。我想要走捷径，不行，它荷叶给你挡住，所以你就只能这样走。不好意思啊，我不返回啊，我要继续起药。青蛙，青蛙。好，返回。爬上去，爬上去。遇到小精灵了，小精灵。
公英，公英会打喷嚏。收集，收集蒲公英。哦哟，不要跑那么快。歪掉。走太远了，过去。哎，完蛋了，这次，哦，这次，可，进去，进去，哦，有了，呜，不用怕，站到他手上就对了。精灵，找他爸爸。Go！走。要绕一大圈。不用你，我从那边过去。不行。然后我上去。这个要走树洞，所以这个要绕一圈。好，大家小心走啊，不然会掉下去，掉下去要重来。太棒了，完成。完全看不到眼睛，非常的可怕。被音乐控制了，小男孩被音乐控制了，跳舞，完蛋了，等一下会摔下去，摔下去啊！刚才树洞里面去。摔到树洞里面，这要拿起来。树洞探险。直接死。这个要记得跳哈，那个没有跳会死哦。Go。哦呦，有点危险！跳，我在跳。哦，这个很难。跳，哎，抓住。推下去。
断了哈，那你就可以下去。往前跳啊，它会摇晃啊，注意啊，注意摇晃哈，跳，哎，过关。暗了啦，好，从上面一点比较安全。跳，哦哟，你总共跳了七次。跳，走独木桥，独木桥，独木桥它是不会掉下去，所以不用怕，直接走就可以。Go go go go！ 耶、yeah ！跳，这个简单呐、啊。这个是升降梯。这，哎、欸、哎、欸，它怎么这么滑、啊？让我一眼。跳。好，哎、欸，这个会晃哦，要小心。那等它下来，不然你就掉下去了。升降梯下来，铁笼子，跳，好跳，哦，爬上去，爬上去，跳，跳，跳。再要晃一下，再要晃一下，跳，然后等它晃一下，晃一下，你要再往前一点，晃一下，晃一下，晃一下，哎哎哎，有抓到，哎，跳。过来点，过来点，跳！哎呦，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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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再往前，再往前，跳！抓起来，碎了。这个要小心，这个不小心会掉下去哦。什么问题？这个不能走太快，很危险，会掉下去。因为用键盘操控很难。好跳，可以了，可以。跳，抓起来，快点，快点。快点走啊！哎、欸，快点走，它沉下去了，快点啊！这个破图了，有 bug， 那铁丝。啊、太慢了，这要很快。差点掉下去。走。好，不能太前面。在前面都抓到后面去，我为什么要电子？自杀呢？那已经不是了。哦呦，哦呦，好危险！我已经尽量再小心了。哦，对，这里跳，爬爬爬爬爬爬爬，过去过去过去，对，好跳。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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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跳。终于啊，惊险。哦，密码看拢无。走出去，走出去。这个图腾跟你讲，有一个会弹小提琴的怪物。好，然后呢，他会用这个水波纹攻击你，要小心。哎，找不到路啊。加速往前跳啊！哦，这边跟你讲会有河流，要小心哦。这就是待会要面对的关卡。不够。又要被音乐控制了，搞什么鬼？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那个在拉的，有没有看到？跑啊！这个。别紧张了，走就对了啦。有一堆小矮的。这有一只手哎、欸。我现在看出来，有一只手，然后有一个人头被石化了，变成石头了。哦，刺激的来了，刺激来了。站着就好，不要怕。跳，好，可以了。跳，跳。这个速度，等下就早要被抓。跳，跳。哇！哎、欸，这样也算好 ，OK。跑啊！过了啦，一次，快点！不是一次啊，不好！Go go go go！ 哦，这很危险，这很危险，这很危险，你千万不能走错哦，走错等一下就过不了了。快点，快点，快点，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快点爬上来，睡，完美！撩人嘞！噔噔！其实你玩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它这个都有提示，它的石头上如果有。那个青苔就是要走的路，那不要一直掉下来。哇，这个绿绿的青苔，这个就是你要走的路。如果你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这个就是提示。哦，你看远方，他在拿小提琴哦。哦，哦，这个音波，这个音波。Shift 冲刺，太慢了，太慢了。
醒，好醒。安静。OK OK OK， 目前 OK。走。走了，会死啊！啊，死掉了！死掉了，前、右、左，有成功。有成功，有成功，有了哦，存档点。这个就是死亡大法的关键，这个直接死亡的。啊，死了。来不及，你要蹲，我已经蹲了。耶、yeah, ，安全。A few moments later.艰难的关卡，好、oh, ，蹲下，哦哟，喂，可以走了吧？走。OK， 进行最后的关卡，急流泛舟。急流泛舟。Go！哦，白写的地方就是路。哇！他追上来了，快跑！
没有啊，小心啊，撞到就死哦。啊，死！小心，小心。出海虫，耶，耶，竟然还是被抓到啦！好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试玩的游戏，大家有空可以下载来玩玩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小正，我们下次见，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